第十七题，上表为恩尼在竖线上朝同一方向的运动位置与对时间关系，请问他的运动时的位置对时间关系图可由下列何者表示？表上可以看得出来，一秒钟走了一公尺，接下来一秒钟走了三公尺，然后的一秒钟走了五公尺，最后这一秒钟走了七公尺，所以呢，发现它的速度呢是越来越快，所以它不是做等速度运动，所以选项不会是 A 跟 B。那么选项 C 跟 D，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呢在 C 里面，我们在同样的时间间隔，它走的距离呢是越来越大的，而反之呢，我们的 D 图里面，它同样的时间间隔，它走的位移呢是越来越小的。它走的位移呢是越来越小的，所以呢 ，C 呢表示我们是越来越快 ，D 呢表示我们是越来越小。那么我们表上所显示的是我们走的越来越快，所以第十七题问我们说，它运动时的位置对时间关系图可由下列何图表示？我们答案呢要选的是 C， 因为 C 图表示我们走的速度呢是越来越快。